来说，这还不是重点，他属于病入膏肓，只能靠外科手术了。就有一个特别适合你的训练，用简单的方法。我们的身体三 D 面，前面矢状面的训练，胸椎的灵活度，前后的，对，你要先看你自己能不能够这样动。啊，矢状面还可以啊，我可以啊，我没有到病入膏肓呀，不用力，来，爆发力。你们两个 battle 一下这个，看谁这个灵活性好，肯定是我获胜。让我们一起摇摆，一起摇摆，忘记所有伤痛。干嘛捶我的小胸胸？烂得要死，大肥肉，大肥肉，大肥肉。